好不好玩啊？好玩。到。有没有有没有人头晕的啊？有没有很后悔啊？刚才坐上去的时候，我晕，我没有晕。没有卡路里险。赚到了！恁囝有有惊无？无惊是头晕。我这边看夜景不错哦，啊，10点又12点，那个赵文开车上，以后叔叔先带你来这边，就是说以后如果有适合的对象，就可以先带来这里。不行啊，又指南宫，我有跟他讲说不能去指南宫拜拜。为什么？进，你不能拜指南宫，请你拜指南宫。这个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有这个传说啊。对啊，除非你要分手，你就带上。啊，队长，你讨厌他了？切切，想尽全力的分手的招。不好意思啊，搞不好那个很正，那个很正，男朋友，这张脸正。